好吃好吃。嗯，哎，彤彤姐姐，我可以吃你的鸡块吗？好啊，没问题，给你一块。哎，点点，嗯，你怎么都没有吃抢炊啊？啊，就是蔬菜啊，抢炊。啊，我不喜欢。不然啊，吃这个够字啊？什么字呀？够字就是水果啊！水果水果好，水果好，我最喜欢水果了。水果香香甜甜的，好好吃哦。嗯，那点点可以多吃一点呢。不过你也可以试试看，多吃抢炊。不是所有的抢炊都苦苦的，也有香香甜甜，很好吃的哦。哦，嗯，好吧，那我明天开始会试试看跟蔬菜当朋友。嗯，好棒哦！抢炊还有够字都是很健康的食物，小朋友你也要多吃一点哦。彤彤姐姐，你为什么都没有叫我吃水果啊？你不爱我了？哦，亮亮，没有啦，彤彤姐姐最爱你了。来来来，喂你吃水果。啊啊！抢炊蔬菜，抢炊蔬菜，果子水果，果子水果。彤彤姐姐，那个是蔬菜还是水果呢？这个啊，这个是抢炊。哦，那一个是蔬菜还是水果呢？这是够字。哦，那这个是蔬菜还是水果呢？这个是抢炊。那最后这个是蔬菜还是水果呢？这个不是抢炊，也不是够字。抢炊还有够字都是很健康的食物哦。这两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。张罗呀。